Hello， 我系 Gubi。今日咧，我哋喺泰国揾咗个化妆师咧嚟帮我化妆，完成咗我艺贵妇嘅一日。喺个酒店度等个化妆师过嚟帮我化妆。今次咧揾泰國嘅化妝師咧，有好大個原因係因為團報養，好想睇下咧唔同地方嘅化妝師化嘅妝會有啲乜嘢唔同啦，有啲咩特色啦，用咗啲乜嘢好好用嘅產品啦，咁所以就體驗咗呢個泰國妝啦。咁說實話咧，泰國嘅化妝我諗唔係真係咁多香港人中意嘅，因為始終比較濃啊，咁所以。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泰國的妝咧會容易似人妖，所以咧就冇乜人中意。但係其實我都很喜歡泰國的妝，一些眉啦，同埋做輪廓立體感的部分嘅。同埋咧之後咧，我都會想翻香港咧試下將我今次的呢一個體驗 crossover 翻我自己的一啲諗法啦，同埋啱翻香港天氣或者啱翻香港的 style。嘅感覺咧，化一個泰國 style 嘅香港妝。